蛛网油化吗？再来一块，还有吗？握个手，交个朋友。再来一只，还有吗？鳄龟仔画吗？哥，你换新衣服啦！被你发现啦！再来一只，还有吗？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再来！肾画吗？肾结石，退货。牛奶化吗？真果粒，牛奶，雪碧，真牛逼啊！真牛逼。爆科，退货吗？我的妈！再见了，我的500万粉丝。经营抖音差不多快半年时间了，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。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我可能不能和大家见面了。最近确实很累，也很饿，就想把粉丝烤来吃了。嘎嘣脆。